王笑笑，你们看，你们猜我们在哪里哈？你把这个镜头转过去。没错，其实这是重庆，跟你说，我们旅行第一站就是重庆，然后因为范哥他们家乡在那边，噶，嗯，他那个他妈妈就喊我们去找他耍一下，因为他们在那儿开了旅馆，噶，我们顺便打个照子，要不得？好，然后我在这边先耍耍一阵子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打卡下一个地方哈。你们讲嘛，今天有件事情把我很安逸了，晓不晓得？我包包，我坐那个滴滴车的时候，我包包落到车子上了。当时我不晓得是落到高铁上还是落那个车子上。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司机，那司机说在他车子上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。真的是好心人士嘛，是把我吓惨了。你都晓不晓得？嗯。如果是落到高铁上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嗯。估计我们旅行计划就会泡汤。估计我们现在就在警察局头，等待警察叔叔给我们找包包了。好，这个不放我们打车来了。我跟我妹两个在这儿剪了下头发，你看，转个方向，把她留那个头发剪得有点搞笑了，不过还好哈，将就，你不要有那个表情。我们现在打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范哥妈他们附近了，哎，他们旅店我看到了，飞鹏宾馆，哈哈，等一下过去了。哎，出于礼貌哈，好久没跟范哥见面了，所以说我得去买点东西送给他噻，是不是？买啥子？我要看一下，他们这儿好像没有商场，不好使这个。买点水果嘛，就直接买水果。那边？嘎。哎，正好，旁边就有一家。你喊我买农业，你想吃哦？啊？哪么嘛？那是哦。买啥子？买草莓。范哥喜欢吃西瓜，而且还买西瓜尝，西瓜好不好吃？他最喜欢吃西瓜了嘞，可以尝吗？尝，不是。这是尝的啊。夏天到了，这是19.8一斤，好爽。你好，哎，你喊姐姐吗？喊姐姐。你们多啊！天哪，姐姐，我想到我饭喜欢吃那个西瓜，看没有西瓜？哎，你坐后头嘞。哎。坐。哦，你们这儿是宽嘛？那是我妈。哦。哎，对，那是我妈。我喊他啥子？喊外婆、外公噻。外婆、外公、外婆，噶。哎哎。坐。要得。吃饭没啊？吃了。我们吃了。哎，我觉得你们这个店子还可以哈，哎，价格也比较大气么的，你圆滑。我在上面看哈，看到哈你们那个价格还是多便宜的，那个上面，可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可以哈，哇，这儿还可以，看外头风景。出单了。我要再看下你们外头嘞，这个卫生间还不错，好宽咯，你们这里。嗯，环境不错。刚刚休息了下，然后范哥妈喊我一起去接范哥。哎呀，其实我想到我要见范哥还是挺兴奋的，我跟他好久没见面了，他也特别喜欢我嘛，等一下就去接他，看他是啥子反应哈。走，出发。好，你们五分。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他们认得我，他们认得我。拜拜。哎哎，看没耍过啊？没耍过。你旁边那个耍过？弟弟。Hello， 吴凡，打个招呼，快点。Hello， 姐姐。
乖哟。想姐姐啦。想我没？想你啦。凡哥，你等等我呀。你还没给大家打招呼呢，你说哈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凡。嘿嘿，你好可爱呀。自己拿啊，喜欢就拿呀哈。哎呀，去问老板多少钱，快去。好的。好的。你参加抓小偷。你该怎么说？姐姐给你买这个，你要怎么说？谢谢淑敏姐姐。不客气。你客气，老板。谢谢淑敏姐姐。不客气，你真棒。嘿嘿，走吧，我们回家吧，好吧？今天去我家玩啦。那我今天去你家睡呀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这里家有很多房间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来，快来，好，帮你打开，帮你打开。哎呀，我们好。床上玩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我们好久没同框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这里了，你说什么？谢谢雪妮姐姐。不是，我们说拜拜。拜拜。好，给你拆玩具了哈。这个拿出来。这什么玩的呀？这是射击玩具。